嗨，Hi, 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。今天给大家看一株我刚开花的蝴蝶兰吧。这株蝴蝶兰的名字呢是 s p e c i o s a m o v e 这个 m o v e 呢，应该翻译成是紫红色。可是，在这株的颜色里面呢，我觉着基本上呢是深紫色，没有偏红。 这是一种在兰花里面很不寻常的颜色。事实上，在自然界所有的鲜花中呢，这种颜色呢也并不常见。s p e c i o s a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特点，也是极受欢迎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的花瓣呢有不规则的颜色变化，每一朵花开出来呢都有可能不同。 其中最著名的呢，就是 species C one 和 C two。怎么说呢？应该不应该说是最著名的？应该说是最寻常、最常见的。因为最常见的就是这种红色。那我的这个颜色呢，就极为少见了。呃，这个颜色呢，我在网上看到极少有花瓣颜色不同的，通常呢都是。 一个颜色的，所以这株呢是我运气好碰到的。通常这个 spiciosa 被认为呢是有香味的，但是我手上的这一朵呢开了，这是第三天，我还没有闻到香味。这株兰花呢，在我手上应该是有三四个月，当时是裸根来的，来的时候呢状态并不是很好，四片叶子。 带了这个花梗，几个月下来呢，这个花梗呢才开始长。现在的话呢，开了这一朵花，下面呢，你看长了一个侧梗出来，这里呢还有第二个花梗，应该是一个月前左右长的，长得非常快。这是一株开花性非常好的、特别容易长花梗的兰花。 你看现在呢，只有这四片叶子，已经有两个花梗了。每年呢，至少会长两个花梗出来。这是一株有续花性的兰花，它的每一个花梗呢，可以开花数年。所以的话呢，花梗一定不能剪掉。给你看一下它的侧面，主要是想让看，想让你看一下它的唇瓣。 有多可爱，毛茸茸的，非常特别。这株蝴蝶兰种植起来呢也非常容易。它喜欢中温偏高的环境，夏天不高于三十度，冬天呢不低于十九度。对于光照呢，它喜欢半阴的环境，不喜欢阳光直射，很适合窗前，但是呢不要有直射阳光的位置。 在浇水方面呢，他喜欢一年四季保持一种常湿的状态。准确的来说呢，应该是一年四季保持一种润而不湿的状态。那夏天积极生长期呢，施肥差不多两周一次就可以了，均衡肥。冬天呢，可以适当的减水，适当的减肥。至于植料。 我现在呢用的是树皮，你可以选择树皮，可以选择水苔，可以选择混合植料，其他的一些植料呢都可以，只要你能够保持水分呢是一种润而不湿的状态呢，都能长得很好。这就是今天呢，请大家欣赏的这株蝴蝶兰，Spiceosa m o v e 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请你点赞；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，请你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。